巨型的毛巾卷，这已经不能叫毛巾卷了啊！师傅给我们的，这叫床盖一样。好呀，看我的刀子埋进去了，这不是个枕头吗？差不多吧，太大了。哎，天哪！哎呀，好入味的。再来一个，给大家分享一下，一个人实在是吃不完呐。哎，给甜甜吃，甜甜吃。好嘞。哇，我好幸福。一会儿都给你。嗯。我就比较豪横了。直接拖起来。过瘾吗？嗯。好啊，这奶油，哦，还有点吗？嗯，哇，他们看着我好像吃了半天，好像吃了又好像没吃，嗯。老公把吃到鼻子里面去了。嗯，太棒了。我感觉我们五个人都能吃三天。那我五个人吃不完。嗯。嗯。嗯。啊。这一半传承给胖虎。嗯。